就好似呢幾日網上熱議嘅街頭男女混戰咁啊！雖然開港有話男蝦女俾指餵，但據講男方當時表示嗰位女士手上有架撐，所以先用壓制住佢。講真，換轉往時太平盛世，絕大多數人肯定唔收貨。依家危城之下，網絡輿論又似乎唔係一面倒批評個男人喎。嗱，咁又唔奇嘅。武俠小説最高境界，手中無劍，心中有劍。而家有啲香港人卻係手中無槍，隨時立件嘢都可以把人傷。睇下深水埗店鋪男職員同顧客嘅呢一段開片片段。長者手持木板還擊，最終兩人雙雙落網。所以幾時都話，在香港生存的三字口訣就是閃避求。